朋友们好，我是 Daniel Zeng， 我们是绿林橡胶材料和产品的全球供应商。如果你手上有订单或者是有更多方面咨询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呢长期和国外的一些公司在合作，我们是一家大型的工厂，在国内呢也跟国内的很多品牌呢在合作，包括国外，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奥地利、新西兰，还有非洲等一些国家呢长期在合作，因为他们呢对产品的要求非常非常高要求包括你的原材料包括你的设计服装的设计呢都要求会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大家选择厂家的时候呢也不乏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你要看一下这家厂家的绿林橡胶海绵它来自于哪里。像我们经常会用的就是日本的 Yamamoto， 韩国的 Jacko， 台湾南梁，等一些地方的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些绿林橡胶海绵来作为我们的原材料作为我们的原材料。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呢，我们在绿林橡胶和织物它贴合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用到水性的胶水。一般水性的胶水的话，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呢它的粘力也会非常强，像油性的话相对味道会更大一点这是我给大家提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当然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订单或者是说你有更多方面需要咨询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利百家潜水料，利百家潜水料谢谢大家，谢谢。